头当中，会慢慢的以浅入深的将诸位带入一定的这个领域。不管我在过去有读过的也好，或者是第一次接触已经的也好，我们都能够慢慢的进入。所谓的易经就是一部非常容易的经典。那如果是不好读的话，那就叫做难经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应该干单的那个准备。识字的人也可以读易经，不识字的人也可以读易经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，我们还停留在易经简介。下一个礼拜，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易经的课程的内容。那诸位都有问一张那个易经简介，我们暂时呢把它读出来。那么我们分几个段落好了。第一就是切点。第二呢，研读易经的正确观念。第三呢，跟诸位来报告简介。第四呢，就是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易经的评价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。那么刚刚我们提供的吧，那研读易经就不用急，慢慢来。那么首先呢，先来跟诸位讲一则故事，一个真的事实啦。就是在宋朝时代，有一位仙人，名叫道行健。那么他是一位易学专家，道行健。宋朝时代，有这位仙人，名叫道行健，他是一位易学专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，一位思想家。那么当初宋朝健先生他在研读易经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呢，有一段时间他一个人跑到深山里面去闭关，专心的去研读易经。那么他呢，冬天不怕冷，夏天不怕热，因为他缺一人去研读易经。那么他把他读的易经呢，把它撕了，整部的易经都把它撕了，贴在墙壁。他心里想要读易经，眼睛马上就可以看到易经，这也是一个方法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道行健先生呢，他在睡午觉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只老鼠从他的前面跑过去。那么道行健先生他随手拿起了他在睡觉的枕头，那么对准这一只老鼠一丢，那么这一只老鼠呢，在惊慌之下呢，就跑到屋角的地方去躲起来。那当然，道行健先生的枕头就没有丢到这只老鼠了。可是呢，道行健先生这个枕头经过这么一丢就破了。原来他的枕头是用陶瓷做的，也经陶瓷做不一样子的。复杂起来了更奇怪，经陶又不一样是做经陶，陶了又旧陶，做经陶化了又清空的做经陶。那么道行健先生他的枕头是用陶瓷做的，他经过这么一丢呢就破了。
这张纸条的人到底是谁，怎么厉害哦，这个神总会被他埋到，他也知道。那么有一天一只老鼠会从他的前面跑过去，他也知道。那么他会把这个神东西丢在这老鼠，他也知道。那么写这张纸条的人莫非是神仙哦，他这样想。可是呢啊，事实又摆在眼前哦，所以肖邦杰先生他是决心的哦，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不可。于是他就去找这一个卖枕头的，那么他将这个经过讲给这个卖枕头的人听。那么卖枕头的呢啊，这个老板原来就是做陶瓷的人哦，他想一想哦，就跟邵邦杰先生说，两三个月之前啊，有一天下午有一位老人来他的店啊，在那边坐，那随手呢拿起一个枕头啊，在那边看，可是呢啊，后来就忘了，就走了，也没买啊。那么邵邦杰先生他就啊，感觉到这一张纸条一定就是那个老人换进去的啊。那么这一个卖枕头的老板呢啊，又对邵邦杰先生说，那个老人的家里住在哪里？我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好、哦，于是他们两人匆匆的就赶到老人的家里。当他们两人赶到这个老人的家里的时候呢，啊，原来这位老人已经没事了，已经去世了。哦，他的家人出来迎接。啊、哦，那么他的家人又对邵邦杰先生说，啊，我的主人已经没事了。啊、哦。我的主人在北市之前有吩咐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一位秀士啊，会来我们家啊。秀士，那么邵邦杰先生呢啊，他是读书人嘛啊，那文质彬彬啊，气质又非常的好啊，那这个家人一看就知道，他的主人所说的秀士就是眼前这一位邵邦杰先生。那么他的家人呢，就对邵邦杰先生说，我的主人已经病逝了，我的主人在病逝之前呢有吩咐啊，那么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啊，有一位秀士会来我们家啊，要向他啊拿一本书来啊给这位秀士。那么这个家人就交给邵邦杰先生一本书。那么邵邦杰先生接过那本书之后呢，你看，哦，周易啊。那么何谓周易呢？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啊这一本易经啊，简称之为周易。那么《三字经》里面有提到，周公太子占三易，曰连山，曰归藏，曰乾坤。啊，那么《三字经》应该我们大家都不生疏了啊，三易根本就前面有周公太子占三易。我连三国归宗啊，乾坤，乾坤变不是九变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坊间大家所读的易经皆称之为周易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儒家有四书跟五经啊，四书就是大学、中庸、论语跟孟子，五经就是易经、书经、诗经、礼记跟春秋。那么我们啊，无人言，我现在就写在这里啊。四书五经啊，就是儒家的这一个经典。我们如果要了解中国啊的话，务必要读这九本书吧。好、啊，那么这九本书当中的这一个大学跟中庸啊，这两本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两本书就是这九本书当中的一个开端。好、啊，那么宋朝时代的这一个啊。朱熹他有引用了他的老师啊，陈颐跟陈豪在《大学》跟《中庸》这两本书有写了这个《藏经序》啊，《藏经序》啊，朱熹啊，朱熹。宋朝时代的朱熹，他有引用了他的老师陈颐跟陈豪啊，在《大学》中
去啦。啊，这车是要甲恁来唔啦？不能少数。啊，男人是要吃咖，是要爱要吃啦？那么朱熹他提了这个上进心，好，那么后天那一点，除非平常站长不好。不会，他没办法。他那个地啊，这样没名啦，啊，让你怎么样啦？江湖的，江湖，江湖。怎么样？你跑回来啦？江湖的，我们就江湖啦。哦，所以我常常经常带你。哦，你听来啦。在他，哦，因从古书，伊就曾经就诸天诸万，哦，在他口里说啦，要如何啦？根基不扎，不扎米啊，根科根过，仓储叠加，不买出边基准点，先储基，他们还得看呀，必须积极，他们就说你不猜，当掉，进来看，真假汉进来，你说他进来，真假汉进来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提倡这个台语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说台语，哦，其实是闽南语。或者在民国1991年，哦，到大陆去寻根，哦，我们去漳州跟这一个泉州，哦，有没有读飞鹰宝剑？哦，飞鹰宝剑里面有唱，有唱那个漳州音跟泉州音，哦，那我们在这个泉州，哦，有一个寺叫开元寺，我们台南也有一个开元寺，哦，那么泉州呢，一个开元寺呢，那边有那个大树，大树下有一群老人。在那里走象棋，那我们就好奇啊、哦，就去那边看他们走象棋。哎，那群老人都讲的台湾话，他们都怪我们哎，哦，他们呀，他们在用我们台湾对呀、啊，哦，一共几位公民单位，哦，因为啊，我们这个来到这个地方说台湾话嘛，哦，其实从这个。我们知道泉州跟漳州，哦，漳州音跟泉州音有一点点不一样，那么福州更不一样，好、哦，那么飞鹰宝剑里面就是有两种，一个泉州，一个漳州音，好、哦，这都是江汉音，好、哦，来啊，他有没有发布？有没有问你说他的人吗？他叫贺，好、哦，来找他什么？啊，他叫。